阳关山底。
阳关三叠，这首曲子重点要学练，分开，剔散如叶，还有掏搓三声。我们先来看分开。一马一条，马的时候大指左大指按九徽，马后上一厘，挑的时候要掷回去，这个是勾一勾一贴也是分开。这个在四弦上面是一勾一贴也是分开，这个分开呢主要是要掷回去的时候跟挑或者贴啊要配合的好啊，声音不能拖长，这个就拖得长了啊。这个我们认为呢不可取啊。再来看剔散如叶，这一贴是刚好做名指掷回十回的时候，这里面也是一个分开啊。开始的时候是勾名指按十徽，勾了以后上九徽，踢回去掷，配合好，然后带动三弦，剔散如意。剔散如意的要点要追求平和的韵味，而不是单纯的力度，这个要注意。掏搓三声，这就是一掏一搓，后面是两掏一搓。掏搓三声啊，有不同的节奏处理啊。我们来看另外一种，后面两搓比较紧。另外还有先两掏一搓，然后再一掏一搓。国家的处理啊是不同的，所以掏搓三声呢是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处理的节奏上啊，不是单板的是一种节奏。